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收看小东的 YouTube channel。今天呢，继续聊咖啡，我们来聊传统咖啡。当当当。那如果聊传统咖啡的话呢，它比你还要老，比马来西亚还要老啊。在很早期的时候呢，像是福建啊，像是海南岛啊，很多华人就是南下，他们要就是要去找一些从商的机会啊，要找一些工作的机会啊，甚至呢很多也是要去避战争的，因此就南下东南亚这个地区。一到了之后呢，很多华人是做苦工的，因此大家都非常辛苦。那在辛苦的当儿呢，大家还是不嫌弃的。当时的时候呢，西方的一些大人物们就介绍华人说，诶，咖啡不错，喝咖啡吧，可以提起精神。因此那个时候华人才接触咖啡。好，那事不宜迟，先马上介绍我桌面上这五杯咖啡到底是什么哈。今天我看我要睡不着了，我们就先从统计海南茶山的 coffee 开始吧。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coffee 是长什么样子。噔噔噔噔，看到吗？就算加奶，可是咖啡还是很黑的，证明说他们烤咖啡豆的时候是烤到还蛮焦的。嚯，我倒的太多了。这个咖啡呢，它奶精味并不会盖掉它的这个 coffee 的这个搞搞的味道。坦白讲，如果讲它甜的话，一定是有甜，但是比起我喝过其他的话呢，它并不会说是特别的甜那一个。所以它甜，可同个时间它咖啡的这个风味哈，尤其是炭烤的感觉呢，还在嘴巴里面。所以为什么大家喝上这些咖啡之后呢，会喝上瘾啊？因为它的咖啡味道真的很 strong， 非常 strong。我可以这么说啦，喝了这个咖啡之后呢，真的是很难睡觉。好，这就是统计 coffee。接下来 Oriental Coffee， 这个咖啡三星米其林哎，开什么玩笑？它是整间店米其林呢，还是它的咖啡米其林而已啊？应该整间店米其林是，它的食物也是米其林哦。因为他们也算是一个老传统啦啊，当然虽然是新开，可是里面的食物那些呢，都是以以前的方式，像是有烤面包啊、生熟蛋啊等等的。OK，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哦，其实也差不多一样啦，但是哦，这个颜色比较深哎，这个颜色没有这样深，有两个原因啦，一个就是这个烤咖啡会烤到比较焦一点点，第二就是呢，这个咖啡呢，它可能它的咖啡分量可能不多，可是奶精的部分比较多一点点，或水比较多一点点。哎 ，surprise 我，它的颜色比它浓，但是它比它苦哦，可是甜味是一样哦，证明什么？可能这个在烤咖啡的时候呢，它烤的可能比较焦一点点，那焦到来哈、哦，这个颜色比它深哦，所以。如果你很爱喝苦的话，要来那个 kick 的话哈，可以 go for 这杯咖啡。好，接下来我们来 try 这个，这是虾米什么？原昌龙咖啡呢，也是深的，也是还蛮黑的哦。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什么？这两杯咖啡呢，我喝到呢，他们的制作过程哈，一定是有加炼奶，一定是有加奶昔在里面，然后糖一定是白砂糖，不是 brown sugar。OK， 看到吗？也是比较属于黑一点点的。奶味比较重，咖啡味它是有，但是比这两个更少。下一杯呢是什么 ？Old Town Coffee。Wow， Old Town Coffee 在马来西亚也算是有二十年了吧？从我中学到现在，有我差不多二十年了。OK， 先摇晃一下。Old Town 反而颜色更淡哎，没有想象中这样黑，也是比较多奶的感觉。那 Old Town 的话呢？虽然说颜色比较白一点点，但是他们的 coffee 的那个味道的 kick 还是有在的，有他们的特色在那一边。哦，这个很甜哦，哦很甜哦，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喜欢 Old Town， 是因为有 coffee 的味道，同个时间又是甜甜的感觉在那边嘛。但是 coffee 的味道是有，只是甜了一点点。Last 一个，哇、哦，这个底材很好看啊，很好看哎。可是据我的 manager 所说呢，这个是露出来的。这是什么咖啡啊？哦，海南咖啡店是海南咖啡店，也算是一段时间了，也是个 franchise 啦，跟 Old Town 是差不多一样的。OK， 海南咖啡，哇、哦，这个颜色也是很深。OK， 好，海南咖啡又是怎么样呢？哦，他要自己加糖的是吗？哦，哎，像海南咖啡。OK， 我它糖分不高，好像没有加炼奶在里面的，都是奶昔为主哎。
那 coffee kick 还有在那边哦。同个时间呢，我可以喝到这个咖啡呢，它一定不是现磨的，一定是粉状，放在那个我们叫丝瓦 coffee 丝瓦这样的东西去泡出来的。这个时候我就来做个 conclusion 啦。如果是让我选的话哈，第一名我觉得是这一个 Oriental Coffee， 那个搞搞的味道有在，它有锁着喉咙的感觉，同一时间也不失它的那个奶精的味道也是很 strong。 第二名Tongay 呢，它的咖啡呢味道也是有在，也会锁着喉咙，可是它奶它的糖度跟它的苦是一样的感觉的，是没有盖过的感觉，是很 balance 感觉在那一边。第三就是这杯桶，原创的，原仓呀、yeah, ，I knew it 是原仓啊，原仓龙 coffee 呢，它比较偏甜一点点呢，是它的甜味呢有盖到那个苦味的感觉，是如果你不喜欢喝太苦的咖啡的话呢，可以 go for 原仓龙，它奶精的味道也是很凶一点点。再来呢就是这个海南 coffee店呢，他们好是在什么？他们一买咖啡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加糖在里面，所以要加糖的话可以自行去加糖啦。喝上它的时候呢，还是有甜度在那一边，但是同个时间，它的咖啡的味道也还有在。再来就是 Old Town Coffee， Old Town Coffee 呢，对我来说它还是偏甜了一点点。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喝咖啡不喜欢那个苦味，可是不是我的 preference 啊，可能是你们的 preference， OK？ 所以对我来说，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这是我的 preference。那你们的 preference 又是如何呢？好，那下一期咖啡聊什么呢？下一期我们再见吧 ，surprise 给大家看。更多的消息的话呢，记得哈，订阅、按赞跟分享，希望你们大力的分享我的这个视频。那当然，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说我有讲什么不对的地方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意见的话呢，在底下 comment 让我知道。OK， so see you in next video， 拜拜。哇，我开始精神了，好甜啊，我整个人，我人甜吗？